他就在那个爬高了去，他底下他不去了。哎，他就长一根高。哎，他就在那个咬，他底下都不咬，厉害。就这么大的高，他不会爬树。哎，也那么大。也能生个人。又不行。生不人。 他笨吗？他转那个小肚子，还转不动。嗯，对。哎，又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了。好，你继续管你讲。上吗？你说他笨吗？他真不笨。 看就像笨了。嗯嗯，别的东西他不害怕，你告诉他不讲。这个是个小猪，他是什么熊？你知道吧？去猜猜看，这个熊还蛮厉害。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么厉害，拉掉了。 把那个树枝给往前拉一拉，推一推，它想走过去。嗯，拉了，你蛋那个的。太多是什么形状的呀？有。它想怎么动的呢？哎呀，奇怪。那个熊，我就是。哎，大的呢，蛋那个。不怎么了，不怎么了。就是小狗鱼。 耳朵可好玩了，那耳朵还一样颜色啊。熊掌那么值钱？你说这个熊啊，那耳朵还一样颜色。你都不一般短的很。嗯。那好，还是。都是中国。你还有没有尾巴呀？有点盆儿一下子。试试。它有的，一点点。试试。你崴一下，嘣儿一下子下去了。在哪里？冬眠时期。摔一跤了。哪里有？ 他屁股在哪里？嗯，他不走那个的，这个稳当的，那行，那高头怎么摇啊摇的嘛？嗯，行了。这个是喝的，哦，撩水的。哎，他转着上这儿撩来了，他弄过来。我们站的上分头，在下分头就，你不知道。是的。对。 固定的地方撂了。那个是他手持。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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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他
Thank you.